感冒了吗？嗯，有点严重了，今天。感冒了吗？我都感冒好几天了，我感冒三天了，你们都不知道吗？这看我直播吗？一天天的。今天有一点点严重。哎，今天这个我今天这个颜色的字儿变了，你们的变了吗？下播都饿瘦了还下播呢？你们的变了吗？你们看看我这颜色变了，这颜色看得好清楚，比以前清楚。哎，都变了是吗？昨天我没变，他们说昨天就变了，可能昨天我卡的事是因为 YY 后台变， YY 后台在弄什么。圣狼哥你这么早就来了呀，欢迎圣狼哥还有老顽童，你喜欢的老中医中医啊，快来给我把把脉吧。谢谢，还欢迎林哥，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啊，还有我们的飞燕倾城，还有我们的白莲哥，还有倾城哥，以及苹果啊 ，Hello 苹果哥晚上好，还有小黑侠暴雪哥，以及我们的二十七郎以及香手哥，谢飞天哥，谢女神，谢梦魇，欢迎梦魇哥，嗯，谢谢我们的倾城哥，好准时啊。深蓝哥今天听着还有大碴子味吗？欢迎一山一水 ，Hello， 晚上好。感谢我们的晨晨哥，谢我们的七彩油，温差比较大，这边冷啊热呀、啊、什么的，换季了。有大鼻涕吗？有，黄色的，快好了。我一鼻子不动气儿，我就想起一首歌来唱的，还是神曲儿。你们知道是哪首歌吗？谢傲雪哥，欢迎事业人。嗯，就严重了呢。谢我们的小，这个那什么小，谢勇哥啊，感谢凤勇哥，干就得了。我干就得了那首歌就是那个啥的，就是那个就是感冒嗓子哑时候录的，能听出来他懵懵的声音。谢离殇哥，欢迎雨轩 ，Hello， 晚上好。这是不是每天都来给我做治安任务啊？欢迎无敌家的兄弟们啊 ，Hello。我看还做治安任务呢，少唱歌。OK， 谢谢诺言哥。行，我们来个开场，我们来一个什么开场呢？谢我们老中医，谢谢。我的周星还第一呢，加油哟！别今天晚上过了就第二了啊。
谢老公一个，感谢我们老常，感谢李昌哥。感谢我们的老中医，谢谢我们的星辰哥，鼻子不通气儿嘛，谢离山哥，也谢谢我们的强兄，还有我们的傲雪，感谢老中医啊，老中医在给我把脉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傲雪，还有我们的七彩油，也谢我们的青山哥，还有星星知我心，也谢我们的飞天哥，还有十七郎，也谢我们的雨轩，还有富浩哥，也谢我们的瑞气哥，还有成哥、老成哥，也谢我们的时间哥，谢谢和星星猫党的兄弟们。我好像没感冒几回呀，我就好长时间也不感冒了呀。那你得多长时间没有看我直播了？谢谢我的云雾缭绕哥，五星缺金，五星缺酒。谢谢我们的老中医，嘿，没事去汗蒸，我没汗过蒸呀，你说洗澡的时候汗蒸吗？这两天歪歪有黑客直播的时候会踢大哥和风人，注意一下。好的，完了场控老师，请看一下后台，后台能看见吗？感谢时间哥，汗蒸房呀，就专门汗蒸的吗？感冒的时候不能汗蒸，等好的时候再说，多喝水。哎，哈利，腿哥，你以为穿个马甲就不认识你了？我又没穿在脸上，指定认识我呀。这是一体的，这不是砍价，它是一体的，这个衣服这是一体的。你看我也有腰，就有腰就是不明显而已，看，不愿意太显摆我的腰。是我们的炮灰，感冒多休息。那我今天11点下播，替人后台看不见啊。那我们的那个那什么能看见吗？就是那个就是公屏上能看见替人吗？就会有什么提示什么的。感谢我们的老中医，谢谢，谢谢我们的皮不皮，谢谢谢谢，哦，谢谢我们的梦魇哥。早点看你难受，我尽量早一点，省着大家看着我也难受。欢迎紫金哥，第一次来呀，第一次来上方的关注有个小桃心，记得点一下。完了，长风老师把紫金哥抱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哎呀，紫金哥，你都挤进前十了，厉害呀！少唱点歌，多玩把 PK。感谢我们的江之水哥 ，Hello， 晚上好，江之水哥，长风老师抱一下江之水哥。江之水哥哈，最爱刷的就是丘比特，每次来哈都是给我刷丘比特的。
基本上都是踢大哥，他皇马也踢吗？嗯，谢谢我们的偏爱，是今天开始的吗？是今天开始的吗？那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跟 YY 那个官方人员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对，我把我的啤酒挂上，没事喝两瓶就好了呀，整岔去了。应该是昨天的漏洞，那应该今天就好了吧。咱家应该不太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咱也嘴也不欠，是不是也不得罪人，就是简简单单单唱个歌什么的，大哥也比较低调，也没有那么猖狂，不会很扎眼的。就黑客到咱家，我记着还没有，还告诉我加油呢。官方也没有处理好哈。我记得他们说有那个，谢谢我们的老周瑜。我记得有一回他们说也是黑客，还开麦告诉我加油，是他们说是黑客，但是我也没有找到是谁，是个白马还是好像是完了开麦了。老大好像瘦了，脸都变小了，可能穿的这个衣服或者是头型的事儿没瘦，一斤都没掉。谢谢老周瑜。我给你来个专题曲吧。为什么有这歌了呢？好像没了，没有变小。我记得以前有个歌叫《老中医》了，真有替身呐！李哥家遇到了，那女主播有遇到的吗？嗯，聊会儿天，主要是聊天的话太尬了，咱。粉丝有咱们看不见，粉丝有是什么意思？粉丝能看见是吗？老大收到天使了吗？今天还没有，昨天收到了。开车也行？不行，我这驾证没过实习期呢。开车主要我开不太明白。欢迎麻将哥，感谢神哥。眺望春天边，有一种爱情叫爱你不变，有一种孤单叫真爱永远，有一种回忆柔软在心间，有一种思念叫今生无缘，有一种爱情永远，有一种孤单。
声无语，有一种爱情叫爱你永远，有一种孤单叫熬为爱情多爱，有一个人永远在心间。才发现子靖哥就有我们家一个人的马甲耶，啊，那子靖哥平时不看我直播的话，你不看别人直播吗？就别人直播你也不看呀？就除了看我，就别人真的都不看了吗？他能说话吗？子靖哥，子靖哥是手机上的，嗯，欢迎小靖哥。我也只看你啊，但我看好像那个啥呀，就有一个人的马甲。谢我们的老中医，谢谢，好多了，大夫已经好多了。压的声音不对呀，有点哑，声音有点鼻子不通气儿。今天好像有点严重了。今天跟你们播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我就下了，不熬太晚了。他不要别人马甲的哦，别人马甲都不穿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非常珍贵。有的一般的人也欢迎五月姐，一般人的马甲他们都不要有的。但哈，掐指一算，我哥的 YY 号呢200多级了啊！我还寻思两，我还寻思21级呢，200多级应该也是咱家老粉了。就是看遍了世间万物，看遍了 YY 所有的美女主播，还是你飞最好。欢迎神秘小哥，真的，你看200多级了，但就我一个人家的马甲。又说那话，这真的，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啊，子靖哥在 YY 上，别人家也消费过，也待过，也穿过马甲，但是最后呢，还是回到了483，就转一圈了之后，还是你飞最好。感冒了吗？是的，感冒了。感谢子靖哥，而且还是我真爱11级。谢谢子靖哥，感谢子靖哥，还是对你一心一意的，嗯。可不是嘛，说明什么？说明大哥这眼光非常好，而且他从不看眼前的，看得比较长远。感冒了吗？嗯，有一点。纯铁粉。是的，善良哥，纯铁粉。谢谢我们的楠楠，丫头说话越来越好听。欢迎布衣哥，没有，就是我说一般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这人不会吹也不会捧什么的，
欢迎八毛哥，那管你叫八毛哥还是叫鸡哥？对，麻将哥最近好像很少上线，我感觉。感谢楼兰哥，欢迎忘了哥吧，忘了哥也抱一下。没欢迎到啥，别挑理啊！欢迎夏公子。欢迎我们的天涯捐客哥。谢谢我们的相逢哥。就那个翅膀啊，那个翅膀是挺难抽的，但是有的时候是可以的。我们都打不走钢铁侠了。欢迎萝卜哥，欢迎孤星哥。这个字儿哈，我不知道咋欢迎啊，我不认识他这几个名字。抽一次亏一次，不抽了，那我们就刷啤酒吧。感谢我们的那个数字哥，谢谢我们的2422哥。你知道，你就知道是天使的翅膀，那我就知道是天使的翅膀。翅膀多了一个位置，球少了很多。别的球也少了吗？还是那个，就是那个球没了，就是把那个以前不有个六六的吗？那个球占了。你要把能赚到他的话，不也赚吗？听我的声音变了吗？嗯，有点感冒。谢我们的八毛，八毛，你那个翅膀是什么？怎么抽的呀？嗯，喜欢抽奖大家还是抽奖，不喜欢抽奖感觉亏的话，大家刷啤酒就行了。刷个火箭加班去了，别的哥，你别的我乱个洞什么的。嗯，乱个洞你再给我刷个火箭什么的。菲儿 ，Hello， 嘿，哎，你好。嗯嗯，你是抽奖主播吗？嗯。我是抽花的小瑶瑶，也会唱歌。谢谢，感谢大家。那我们怎么玩呢？我们可以一人一半。好，要不你先来。好的呢。场控清理一下直播间。我看到了不明分子。
是分手，留我一个人在等候，找一个理由，找一个借口，想让你的爱再回头。我好想再把你挽留，就算是最后的祈求，忘不了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好想再把你挽留，让所有的爱都飘走，好让我们的谢谢溜达，感谢苹果啊，感谢苹果哥，谢谢谢谢。好了好了，谢谢回应，我就唱在这了，跟那个跟我们对面的，哇、哦，谢谢二傻哥送来的樱花，谢谢谢谢。跟对面的小宝宝聊会儿天啊，小美女聊会儿天，谢谢谢谢，感谢二傻哥送来的樱花，谢谢。这刚抽到就送给我了，谢谢二傻哥。二傻哥一会儿给你唱首歌啊。哎你要看樱花都已经放完了，我们玩个什么呢？我直播间抽啊。嗯，我们可以玩，你说。嗯，要不我玩那个成语接龙吧。嗯，好，你先。嗯，一心一意。嗯，义不容辞。辞旧迎新。嗯，心想事成。成事不足，足智多谋，谋有什么？谋有什么？谋事在人，谋事在人，人，人人来人往，往。王六千八，王有什么？王是随风，凤逢凶化吉，鸡犬不宁，黎明尽智，智在必得，得心应手，手舞足蹈，刀倒，倒背如流，流连忘返，翻云覆雨。
雨过天晴。亲情起身难安，这儿拜拜拜拜。有进步吗？今天智商在线了。感谢我们的老中医，谢谢苹果哥。老中医你要去啦，那你去吧。有进步吗？有。感谢我们的那个小南哈，谢谢忘了，还有飞言，谢谢。感谢我们的秀儿姐，还有吴昕，以及我们的平安，还有我们的相逢是缘，还有我们的这个念言言宝嘛。谢谢平庸的人生哥送来1314的水晶球，谢谢谢谢。也感谢我们的那个二傻哥送来的樱花，谢谢谢谢。6666，我把真爱召集开一下，大家能过真爱召集的，记得把真爱召集也过一下。丫头今天说话真温柔，不挠人啦。今天有点虚弱，不挠了。声音怎么了？声音变了吗？谢谢苹果哥。二傻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有点虚是不是？欢迎深蓝哥，啤酒放大一点，好累。欢迎荣哥，欢迎后进的兄弟们啊！感谢大家送来一毛一毛的这个一毛党的兄弟们，谢谢大家。下方真爱任务大家没有过了，大家帮忙过一下真爱任务。我要以后说话都这样咋办呀？穿件棉袄捂一下就好了，别给我捂出热痱子了就坏了，就又多掀一下。谢谢我们的姜伟哥，谢谢朗哥。我难受，我听着这声音是不是挺难受的？感谢，欢迎令哥，把令哥抱一下。令哥晚上好，感谢我们的修罗哥，心疼我啊。这不是感冒好几天一直没好吗？就今天声音有点，鼻子不通气，有点变了。刚才对面主播叫什么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叫什么就行。谢谢荣哥，不用记得别人。我就跟你们师哥房，妈你妈你后你就记住我得了，不要记住任何人。感谢八毛，八毛加油啊，翅膀还在等着你。今天谁要是带抽奖的话，我给他抽�奖啊，我给他可以帮忙，给他帮个忙，抽个奖什么的。我问问我小师傅，我帮他抽奖行不行？我帮你抽奖呀，师傅。我帮您啊，说话一定要好听一点，帮您抽奖呀。等会儿啊，我在找呢，我群里发一下。谢谢，感谢林哥。抽到翅，抽大翅膀和花火吗？哎，今天是花火还是樱花？好像是樱花吧。谢谢林哥，樱花。
谢谢我们的小男人，谢谢谢谢，感谢林哥。欢迎后庆的小宝宝们啊！为什么我这个我就唱不了这个歌呢？没有伴奏。谢苹果哥，谢钟明哥。谢一毛党的兄弟们，还有三毛党的兄弟们。OK， 我们正月照期已经过了，大家不用开了。等八点半、九点的时候，我们再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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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还有说终于十二级了，大家到了十二级的话，就像我给大家转播的这个子频道哈，七点到八点的时候，大家可以跳在这子频道加他的好友啊，不会加好友不会截图，可以跳在这里。完了，那个岁月哥呀，会在底下跟大家这个那什么，我看看岁月哥在没在啊？岁月哥好像是没在，跟大家就是在底下会那个加好友啊什么的。欢迎夜莺哥 ，Hello， 晚上好。Okay, 在这里等大家，到时候想要马甲，不是想要马甲，想要U盘的话，大家可以跳下去。如果说没有黄的情况下呢，可以那个什么，可以给大家卡黄。如果有黄的话呢，会给大家那个卡那个，有黄的话会给大家那个加上好友，给大家有进那个U盘。还差4447分，别着急。在飞岗的那个座位，我在城里盼望着机会。感谢我们的那个小南，无路可退，想想展翅带你飞，看星光也碎有多美。还有俩月才能十二级哦 ，U 盘里面有多少歌？应该有200多首吧。谢谢我们的林哥，就各种的经典的歌啊，或者是那个有一个经典的那个唱歌或说的那些话呀，都会在里边。有视频吗？没有，因为放视频的话就放不了歌了，视频的话它是要刻碟的，一般都会要那个歌吧，因为开车的时候有车的话能可以插上去听，留个纪念。有黄昏吗？有，都有。今天唱不了太高的歌。游客可以不？游客呀，你们如果说真爱到达了，如果说哈，只要真爱到达十二级就可以卡黄，如果有黄的十二级呢，就可以给你们U盘了。感谢啊，感谢我们不沾肉的兄弟们，谢谢大家。好想展翅带你飞，看星空夜色有多美。让这就是对。欢迎我们的媚娘，听你聊聊天挺好的。感谢于五哥，谢谢连长哥。U盘又打 U 盘打哭，打哭是什么？谢谢我们的连长。真爱十二级和年度的真爱的十二级跟任何的这个都不一样的 U 盘，它都是刻你们的名字，还有带编号的，你是第几个领取的，你是多少位粉丝，它会有编号的，每个人的编号不一样，就根据你的这个真爱排名或者领取的排名会定制的。嗓子哑了吗？嗯。
小戒指哥 Hello 晚上好，崔哥看看我排名多少了，你不十二了吗？都十二级了。嗯，今天野花香唱不了，因为太高了，我这今天的鼻子也不通气。当然我在这里正在接受风雨的洗礼，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又过了多少天，又何时能够盼到你能来到我的身边，盼你能够在我耳边轻声浮现语言，又盼你在我什么空间。对，我就是这样喜欢宿醉，不管别人怎么睡。老大，为了盘我努力的买车。OK。这才八点多。咖啡馆的那个座位我记得，但是真的，我就鼻子不通气儿的时候，我感觉唱歌就能找到那种甜甜的感觉，就是用鼻音那种，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像唱这类型歌，像这类型的歌就是。我无路可退，好想站去带你飞，看星空也许有多美，也不曾谁见轮回，又忘记在几岁，就那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就算如今我已经迷失了方向，对于爱情我保持着我的倔强。十二级送车嘛，送车里边插的 U 盘。月光下的夜色灯火阑珊，我不是对你被什么那么贪，哪怕再次翻越那万水千山。咖啡馆的那个座位我很准的你我不习惯，卡布奇诺的伤悲我无路可退，好想上去带你飞，看星空也许有多美，命运总是在轮回，又忘记在几岁。我缺一个 U 盘，那你要加油啦！谢我们的黑土哥，谢谢念剑哥 ，Hello， 念剑哥晚上。咖啡馆的那个座位，我最准的就在这里，卡布奇诺的双臂，我无路可退，好想上去带你飞。星空也许有多美，命运总是在轮回，又漫长的几岁。十二级很快的，嗯，但有的我们家十二级还是挺多的，好像有个千人吧，应该会马上。感谢我的媚娘。我们第一十二级，总共满级就是十二级。谢谢我们的柔凡，感谢我心飞翔。QQ 真能查 U 盘 ，U 盘吗？只要你有 U 盘的口就可以。U 盘收到了，缺个车。那你得努力买一个车呀！你看你努力了一年，可以有个 U 盘，对不对？你再努力一年，是不是就能买个车了？感谢我们的醉生缘，谢谢。谢黑土哥。有车缺美女。我告诉你，车不是拉美女的，而是拉自己的家人的。啊，妻儿是办正事用的，可不是拉美女的。
有车没U盘，有盘U盘没有车，你们难得不到啊。有车必须拉菲儿，那我也不敢坐呀。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这话没毛病，没毛病，可以拉货呀。那你看得什么车呀？我已经压头，我已经11级半了，还有多久能到12级？你看你多少分？18000分是12级。一个人限领多少个 U 盘呀？没有限领啊，一个号一个，不按人按号来。但是你要10多个号的话，也可以领10多个 U 盘呀。但是你要不想麻烦的话就行。家里要如果有大货车的话，那相当可以了，生活条件。有车没有 U 盘怎么办？那就得加油了。今天好像40多分吧，30多分。羡慕那裤衩哥，第五那家号多，看出来了，后边都写成1234了，还怕错了？行呀，为了我们理想的生活，努力的把 U 盘整到手之后，加倍的努力啊！搬砖要买车呀，能经常早日听上菲儿的歌在车上。U 盘分类 ，U 盘不分类的。我们俩有好友，有好友。我和这两个有的，明天39分，有的能达到40分。谢谢我们那个居奇，真念真嘛，命令不足。我现在有了吗？你现在有黄有真爱哥，繁荣哥，我41分，看我记得好像40多分了。龙哥，你说你现在有什么了呀？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来来，后转机，把我们变成永远机。不要当成不垃圾，把我背里抱抱起。来来，深呼吸，春风也风有气息。平凡压抑化成机，不达目的不放弃。太快乐，小的时候没那些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越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苦茶哥撞了一条锦鲤。来首这个歌。总想找你问个清楚，到底这世上爱为何物？看过太多的相爱，终被相负。爱你的话，我顽强忍住，直到被思念销毁蚀骨，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还没真正开始，就走到结束，谁能体会这色情的痛楚？我这颗心已被你默数。只怪我当初懦弱，后悔没能牵上爱的旅途，哪怕只有一天我也知足。多想能和你朝朝暮暮，可惜曾经是天涯陌路。漫漫长夜受尽相思的苦，这是爱对我最狠的报复。欢迎佛姐。总想找你问个清楚，
底这世上爱离合物，看过太多的相爱终被相逢，爱你的话我万千忍住，直到被思念销魂蚀骨，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还没真正开始就走到结束，谁能体会这交心的痛楚，我这颗心已被你默数，怪只怪我当初我爱之不，后悔没能牵手爱的旅途，哪怕只有一天我也知足，多想能和你朝朝暮暮，可惜如今却是天涯陌路，漫漫长夜收集相思的苦，这是爱对我最狠的报复，已被你默数，怪只怪我对你无爱之不，后悔没能牵手爱的旅途，哪怕只有一天我也知足，多想能和你朝朝暮暮，可惜如今却是天涯陌路，漫漫长夜收集相思的苦，这是爱对我最狠的报复，这是爱对我最狠的报复。谢凤凰哥，谢我们的忘忧草，还有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苦茶，还有我们的令哥，谢谢我们的战狼，还有我们的牛哥，还有剑哥、黑土哥、烽火哥。欢迎咱自己家兄弟们都回家了啊！哈喽哈喽，晚上好。欢迎游客的兄弟们啊！没有点关注的上方也可以帮忙点点关注。如果说上方有一个热度榜，大家没有点热度榜的话，也可以帮忙点一下热度榜。谢谢我们的苦茶。啊，老大怎么呢？欢迎安哥。你说的是什么？说什么酷狗怎么的了？唱一半呢？谢谢我爱我家哥。你说你在酷狗跟我合唱一首歌是吗？球球降到37了，我们加油！哇！谢谢我们的温柔啊，感谢我们的温柔续费的守护，谢谢谢谢。哎，好像都这个都变了。这个变了，以前他会提示的。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温柔啊，感谢温柔，谢谢，谢谢宝贝，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温柔，谢谢宝贝，谢谢。完了，还有那小南呀，还有我们的温柔啊，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帮忙点点关注啊，都是咱自己家的主播。热度榜我已经打完了，非常棒。我们休息一下，我动一个，动一个啊，动一个谁呢？看看啊，我们乱斗吧，那就。感谢我们的勇哥，谢谢我们的温柔。太可怕了！哎呀，天哪！哎，这是啥？这是啥运气啊？感谢感谢感谢！是啊，那今天晚上的话，咱们直播是一个点吗？没有，我们现在就直播，下午一般。4:30五点那样开始开，我们就拉通直接播到个9:30这样子吧，就播个四五个小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啊，这是第一次。对，第一次连到菲儿。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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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这个对面这个才是正儿八经，我就不用介绍了，名气很大啊，人家都认识啊。哎，那个那啥呢，云姐呢，兔哥。哎，说来惭愧，
女人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啊，等等，对，她不舒服，得让她歇会儿，对，好啊，那今天就没有出来直播是吗？谢谢我们的死硬哥，一动不行，对，今天他就让他休息吧，第一天不是都挺难受吗？告诉你，他俩唱歌真的老好听了，要不咱俩就来个才艺曲吧，好，听听唱歌，听听唱歌，对，要不咱俩谁先来？我先来吧，好，我先吧，这来吧。哎呦，我就唱一唱不好啊，唱个这首歌啊，来吧，补一下啊，送给大家啊，也送给菲尔家的小兄弟兄弟姐妹们，大家都是经常爱听歌的，也是真的懂音乐、懂欣赏的兄弟姐妹们啊，唱一段这个，补一下送给大家。衣裳别好了晚霞，雨会送我千匹老马，正路过烟村里人家，恰似当年故里正飞花，醉过风喝过茶，寻常巷口寻个酒家，再做结算老友，换地便是天涯。天涯处无处不为家，蓬门自我也想广厦，论一气不及多火花，沾三分便敢自称为侠，刀割灼却捏耍，偶尔闲来问个生杀，美得英雄名讳点亮些旧时的酒家，像江南这朵花，对春风与风浪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人世更相逢，知己情有几把，要我爱淡去醉念晚都咽下，像江北饮过吧，对西风与黄沙无情，也似我相见的战桃花，人世难相逢，且青山醉白发，更改为霜雪相赠，眉间一道。好，剩下时间给菲尔了，不好意思，我这个歌站台太多事。好听，好听，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乱斗结束了，我再给大家开召集啊！感谢我们的笑手哥，来谢谢那个令哥，令哥晚上好，来谢谢我们的佛姐。
谢谢。Yeah, 真好，给我配个小猪头。哎呀，真的，我跟你说，菲儿是真的是唱歌是真好听。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的听你俩的，就是在酷狗哈，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时间看那个直播，会在酷狗啊搜索什么歌。哎，我一看，这不是咱 YY 的主播吗？一听，哎呀，堪比原唱了，有些歌真的。没有没有没有。那里面会搜索到说图哥云姐的歌啊什么的，括号啊什么的，上面是原唱，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热度还是挺高的。对，每次我们开车啥的，云姐也老听你的歌。我开车的时候，然后云姐老是也是就放你的歌，就是因为其实可能真的我们唱的歌的曲风就是有些地方还是蛮相近的，对啊，蛮相近的。其实，但是你俩的歌的配合呀、默契实在是太好了。但是这不是什么商业互捧啊，兄弟们，这是说的真心话。这是没有机会听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合唱，等有机会咱们那个。我们还现实见过呢，对啊，我们还一块儿开会，对啊，多好呀。对对对，等有机会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连麦的时候哈，咱们没事乱斗哈，没事经常可以玩一玩。他俩唱歌真的又是一这个感觉，每个人唱歌还不一样的感觉，他俩在一起唱的。他俩唱《天下有情人》好听，那是相当好听了。对对对，可惜今天那个，今天我们家那位不在啊。对，等有机会，下次咱俩有没有好友？下次抽奖可以唱一唱。有好友的，有好友。咱俩那个 YY 上面有好友，好像就微信上是有好友。有。微信上好像。我看。YY 还真没有加上好友，你跟云姐有微信，对。到时候微信我俩加一下啊。好，对，微信里边，然后把 YY 好友也加一下也可以，对。OK， 方便，可以。对，不是互捧，这个是真的。他俩唱歌真的 YY 上，他俩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组合里边真的也是超级棒了，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太好听了。哎、真的，这个我就那个时候还神曲的时候，我就记得啊，菲儿的那个神曲，那个时候 YY 还有神曲的时候，哇。对。小风扇，哇！现在封不起来了，一吹就感冒，大鼻咧贴的。对，哎，现在我们家封不起来了。菲儿，你看才艺出众啊！才艺，他们说 YY 上女主播要是都像菲儿这样才艺出众，那就真的是太棒了。他们说，真好，还得努力，还得努力。你现在工会也做得好好啊，器材也挺好，还可以。你看你们的工会做的也是可以的，我感觉特别用心做的。没有了，反正现在就是。那线下是不是有那个工作室？没有，我线下没做工作室，没有做。那线下咋没有弄呢？这个啊，因为南京这边你要整一个成本太高了。太高了，对对对，在南京那边，拜拜拜拜拜拜啊，拜拜，对，感冒又加重了吧？嘚瑟，没有，这里有那么一小点点，状态还是挺好的。你看我这不还是那个挺皮实的吗？对不对？还挺皮实的。感谢一下咱家兄弟们啊，稍等。感谢我们的佛姐，还有我们的令哥、子季哥以及夜莺哥，还有林哥。哎，谢谢我们的烟雾能看见你们打字儿，还有那些年以及我们的连长哥，还有我们的念剑哥。Hello， 晚上好，召唤开了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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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开，现在就开。有鼻涕了吗？有，现在可以了。好，现在 OK 了。一共需要30个人，完了我们过一过就可以了。YY 大主播自己开公会吗？差不多吧，有点人气的主播好像都会开公会。如果说没有人气的主播开的话，你看自己都费劲了，何况你怎么开公会呀？基本上吧。但是 YY 现在这个状态哈，不像以前了，以前都是大哥呀，比较，有那种，怎么说呢？现在就主播吧，现在主播做公会比较多，主播自己做的，基本上都是有粉丝啊，有这个团队呀、什么的做的公会，因为毕竟有所底蕴嘛。你看一般的那个。因为 YY 什么变了？因为 YY 就是你哥你刷礼物捧根本就捧不起来他，你现在很难的很难，你得刷多少礼物去捧呀？所以说很多就是大哥做的公会吧，慢慢就有点下滑了。主播做的公会吧，起码就是说他们的资源呢，他们的粉丝呀可能会那个啥，
可能会就是有点舒服，害怕说跑偏了。嗯，就反正就是什么意思呢？有粉丝的话就好做一点公会，如果没有粉丝的话，做公会的话就比较难的。因为自己的直播，你看啊，你就光说我们这个七彩吧，其实七彩也多亏咱家六九兄弟，没事我不直播的时候，大家跑跑骚什么的。以前嘛，我不直播的时候，可能去这个直播间看看，那个直播间看看，不是一个公会的哈，所以说很多也会去关注别的公会什么的。等自己开公会了，可能别地方他都不去了，可能别地儿他们都不去了，可能就看看，哎，菲儿的徒弟呀，菲儿家的主播呀，哎，在菲儿看过连过麦呀什么的，可能就会去这些地方。老大你不热吗？我还冷呢。他们就很少往外跑了，就是别人家粉丝也是没事可能会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自己有公会了之后可能就看旗下的主播，哎，这是我老大的这个老大的主播啊，我也去支持支持，哎呀，没毛病怎么样的，其实就是慢慢就都演变成这种了。就像大哥做的呢，就大哥做的公会那种呢，可能我上这个主播刷点，那个主播刷点，但自己家粉丝，除非那个主播特别的出色，如果很平淡的话，根本吸引不了他们家的粉丝，因为他们自己都有公会呀，他很难。真正的就是说，真正的铁粉就可能真的就是爱屋及乌，就爱屋及乌的那种。老大，你喝水啊？嗯。多喝水哦。好嘞，已经完成了12个，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帮忙上方的关注点一点。这个上面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打榜的那个热度榜，每个人呢只要是 YY 号登进来的都可以有10票，找到菲儿可以帮菲儿打一下榜。12个，我们还差18个我们就过了。嗯，如果想做主播的话，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大写的 YY1789FF。感谢媚娘。还好，我今天可能会稍微早一点下直播。就基本上我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嗯，你看哈，我们就推往前推算，可能很多新粉丝不知道，可能往前推算，一般的都是什么样子呢？一般的以前的公会哈，就是有点严重了嘛。有，我们先把那个啥，我们先把那个真爱召唤，大家没有过的可以帮忙过一下真爱召唤，能点的话大家可以帮忙点一点，完了我们再继续说，怕说又给忘记了，这一天不唱歌就忘这玩意儿。嗯，放这边，再放这边，要不13个，我们还差17个，我们就过了。过了之后，我们可以聊会儿天儿。真爱加油！哦，深蓝哥都快成大长控了。14个，还差3分钟的时间，还有16个人，就点那个追加那个地方，大家那边显示如果没有开过叫真爱召集，如果开过了呢叫追加。追加的话，大家就是开过的也可以点，就是花钱就不用了啊，就可以点它就行了，就黄色的小标，但我们的字体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字儿是不一样的。没有开过叫真爱召集，如果有 YB 一点就开，如果没有的话会提示你充值1元钱等于1YB 的那种。还有安卓系统充值呢是1:1的，苹果系统呢是1:0.7，好像是这样的，就是1块钱他会给你7毛钱，就是大家充值的话尽可量不要用苹果，如果苹果的话可以下载一个欢聚宝，或者是用那个支付宝里面搜索 YY 也可以找到。感谢我们的媚娘送来的啤酒，已经完成了16个。深蓝哥和古五哥有一拼是吗？我也觉得是。我们家大叔都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应该现实好像很忙呢。他们不忙的时候，他就会来给我做场控，帮我维持着，不光做场控，还给我刷礼物。就这样，还差10个。哎呀，你瞅大长空，
听歌的兄弟没开真爱的赶紧开，赶紧的。哎呀，你说这一天东北话又出来了。我问了一遍哈，我还问人家，我说哪儿，他是告诉我云南的，沈阳云南的。还差八个，还是云南沈阳的呀。跟我说完了，我就跟我说完了意思我就给忘记了，忘了说哪儿，你说的是哪儿了我给忘记了。吉林沈阳。哎呀，谢谢鸡哥，感谢鸡哥。还差七个，大家没有动手的可以帮忙动动手，下方的召集，如果说你掉了的话可以再开一下，还有七个我们就过去了，还有四十，还有六个，还有三十多秒我们就完事儿了，还有五个，还有三十多秒，大家没有点帮忙点一点，就差四个了，还有三十秒的时间，一定要抓紧哦，还有四个，还有26秒的时间。哎呀，快呀，还有20秒的时间了，就差四个了，大家没有点的话就下方这个地方就可以点，还有三个，要抓紧啊，还有10分钟，能帮忙的话帮忙点一点，这个地方就它就可以，就差三个了，还有5秒钟啊，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嗯，完了，凉凉了，还有两个就结束了。就当过了，他们都睡着了。谢谢我们的东海龙王，谢谢，感谢东海龙王。丫头要随礼吗？我今天没有礼啊。掌柜老师，我今天有吗？帮我看一下，应该没有。我没有礼今天。来个这个歌，感冒了吗？嗯。你说做你的情人会很幸福，我就傻傻的为你停住脚步，你让我一个人住，守着想你的孤独，我天真的以为这是爱的付出。你说做你的情人我的爱情就这样无法救赎，你让我一个人哭，忍受想你的痛苦，我慢慢的知道爱你有多苦。可是当你把我紧紧拥入你怀中，我就忘了去忘了所有的苦。如果爱真的是一种幸福，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心留住？是不是竟然都在夜里哭？来回
情就这样无法就束手。你让我一个人哭，忍受想你的孤独，慢慢的知道爱你有多苦。可是当你静静把你拥入你怀中，我就忘了委屈，忘了所有的苦。如果爱真的是一种幸福，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心留住？是不是情人都在夜里哭？你在我的温柔里来去自如，除了一个人的身体的温度，你从来不会留下来陪我。做你的情人真的好幸福，爱你的世界里若有若无，有了一颗心身体的温度，笑得寂寞最短暂的快乐，剩下的寂寞我该怎么过。 Thank you。 歌名字叫做你的情人。还有啊，可能大家会调出直播间什么的，不是我踢的哦，可能是有黑客什么的，跟大家说一下。还有谢谢我们的晨曦，还有我们的媚娘，感谢媚娘，谢谢我们家媚娘，还有我们的东海龙王北门哥下，还有我们的婉儿，以及我们的东华哥，还有烟雾哥、念剑哥，谢谢。现在黑客厉害了吗？是啊，他们说的，但是好像咱们家没有被踢的，应该不会的。小时候是你踢的，不是我踢的，我没有，他们都有微信。那天大师傅调出直播间了，他说是我踢的，我哪能呢，我没有踢啊。嗯，我被全服禁言了几天，是因为啥呀？烟雾哥，该不会又是黑客来捣乱吧？噔噔噔噔，休息一会儿啊。嗯，我又遇到他了，可能又卡住，看不了他，他一会儿能出来。嗯，哈喽，晚上好。晚上好，刚才土哥说第一把遇到你，第二把遇到我，然后咱俩就遇上了。可不是怎么的。对啊，哎，就这个真的不知道是的那啥。我们今天怎么玩呢？今天要不就唱歌吧，这会儿才刚刚开始。好，谢谢我们的三叔，我感觉你好像风格有点变了，好像比以前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以前头发变了以后就变很多。这种头发已经不再适合穿以前的那种衣服了。嗯，对呀，啊，感觉那个什么，感觉不太一样了。要不你先来吗？我找首歌，我刚唱完。好，我先来吧。还要感谢我有变年轻，还要谢随风，还要感谢拽哥，亲们站在位置。还要感谢风少。秋雨凉晨午后，雾里小舟探出舟头，江水绿尘悠悠，西岸老松
垂柳，朝阳正开薄雾，清风自由，莫客温柔，为人一袭清秋，白衫描花，牧童甘牛。踏两江独山孤楼，心事成为烟愁，踏尽人海天白头，俗世情意忽成秋。笑言往日莫回首，烟罢竹泪别流，望尽秋草生不休，望不尽凉薄温柔。感谢转个业务一边轻显柠檬风少烟花，还有博野随风柠檬夕颜飞，后面还有位子，亲们可以坐坐满。秋雨凉晨午后，雾里小舟探出舟头，江水绿洲悠悠，西岸老叟闲钓若垂柳，朱阳正开薄雾，清风自由，莫客。哎，我先把时间给你了，感谢博弈，还是谢谢 S 哥。好的，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哎呀，听着好像声音好像变化很大哈、啊，自己感觉冷不丁听着都好像好哑、啊。我的爱你有没有认真去体会，为何让曾经风景变成了负累，寂寞是这红尘中散落的灰，再美的回忆也经不起伤悲，我的伤悲。我终于成了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任那疯狂在我心底下深刻，再多痴情眷恋都是我自己的残忍，我的爱不能换你的转身。这里了，谢谢令哥，谢谢我们的佛姐，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感谢没有进场的家人们。好听，好听，好听。你唱的也好听呀、啊，好多歌的原创的话都非常棒。你也是啊，我的一般般嘛，一般般嘛。云，要不要那么谦虚？真的，真的很棒的。哎呀，我们玩点什么呢？今天感冒了吗？今天感冒了，没什么太大事，大家不用担心啊。哦，你感冒了？鼻子有点不通气儿，脑袋嗡嗡的。好像是刚才听歌的时候感觉有点鼻音，自己要好好注意一下嗓子。我最怕感冒。为什么呢？感冒，因为感冒了就要休息，休息了人就有时候就会说，哇，就是身体这么弱都要感冒的，前两天才刚刚休息，今天又休吗？会就粉丝会很惦记是吗？对对对，会这样跟我刚一下。
我一般的时候现在很少，就有的时候不是特别严重，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的话不会休息，应该会很少。对，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就没有办法。我今天本来嗓子挺好的，结果就是直播前可能就吃东西太热了，然后进空调屋里边打了个喷嚏，然后我觉得嗓子就打痛了，就是到今天就是 不能唱那种，对对对，一下子就唱，一下子就痛起来了。那你也在吃这个吗？这个你吃的好用吗？我觉得挺好的，没有那么烈。嗯，就不像有一些药它那么烈。你也是这种直接吃吗？他们有的是搁那个搁水冲的，我觉得这么直接吃的话会效果会好一点。这样吃的话，它反正就是粉末嘛，然后粉末就是你咽下去的时候，这一块它会停留一会儿，就是停留的这一会儿的话，就尽量就不要唱歌，然后让它那个凉劲儿过了，然后你再唱歌，你会觉得就是嗓子会舒服很多。对对对，那你这个是在网上邮的还是代购的呀？网上现在有那种全球购，就是买那种全球购的话，他给的你好像也是真的。以前的话就是别人就是会帮忙买一下，我觉得现在就自己在那个全球购上买也一样。那你这个是多少钱一盒买的？哎，我还没有注意，但是我这次买了好像买了七八百块钱，这个有这么贵的吗？我都忘了。不是，我买了一箱，买了一小箱。一箱是多少盒？一箱好几十盒。一箱大概有没有好几十盒？没有好几十盒哟，大概也就十盒都不到，我觉得。好像现在是不是七八十块钱一盒？现在是不是？哦，行，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成了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人的思念疯狂在心底生根，再多痴情眷恋都是我对自己的残忍，我的爱不能换你的转身。好像谁中奖了？谢谢令哥，谢谢，也谢令哥破费了，还有佛哥也破费了，来感谢一下大家送来的礼物啊！谢谢 ，thank you。药都是成箱买吗？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有的时候你们觉得，哎呀，主播一天天的，真的谢谢啊，感谢恶哥，谢，主播一天天的就唱唱歌就好了，是不是？不是的，他其实有好多事情。你要买衣服啊，你要弄头发呀，你还要保护你的嗓子，哑了你还要必须有吃药，因为不光看你的人还要听你的声音哈，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吃药一箱一箱的，我吃的药啊，什么那个叫什么了，先感谢哈，感谢令哥，也谢谢我们的那个佛姐，还有我们的辽宁清源，还有紫金哥故乡啊，谢，哎呀，唰的啊，谢谢晨曦，谢，感谢我们的星啊、飞越星空曾经烟雾爱我家，还有连长，谢，感谢大哥，谢大哥，加油啊，我们的众众多挣几个翅膀，还有锦鲤呀、樱花呀，还有水晶球，多来点啊，多来点。但是这个药它是进口的，它是进口药，但是它那个药店是没有卖的。下方的那个召唤啊，下方的召唤呢没有过的，大家帮忙过一下。还有，才我们过了三个，谢谢鹦鹉哥，我的屁股好痛。姐，这个凳子不好，坐的屁股疼。去约会儿，特效药吗？我也不知道什么药，把我的药拿去了。就这种的，就吃的这种药。哎呀，
站着，我这脚脖子那个有静脉曲张，好像不敢太站，太站的话害怕疼。已经完成了五个，大家没有那个啥，不是淘宝买的，我这个不是淘宝买的，这个是这我这个好像是那谁那个，我这个是心如给我邮过来的，心如好像也在吃这个，他说还行，挺好用的，我吃断断续续的吃。凳子加个乳胶垫会好点。哎呀，令哥正经理了，乳胶垫的话多奢侈，凳子做乳胶垫的。太奢侈了，我都没有睡过乳胶垫的床。奢侈。召唤没有过的大家帮忙过过召唤啊，已经过了五个了。买的椅子都不结实，我不老实。下方没有过的大家帮忙过一下，底下有一个那个真爱的这个追加啊，真爱这个追加地方没有过的话，大家可以帮忙过一过。噔噔噔噔噔，吃药啊，这尽量还是少吃药，吃太多还是不好的。椅子买过了，我都觉得坐着不舒服，也不合适，都差不太多。谢谢，已经八个了，加油，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帮个忙啊，可以帮个忙。有客兄弟，有客大姨们也可以帮忙过一过，点个追加。如果有外地的话，这些能过的；如果没有外地的话，那就不能过。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冲一下，可以冲一个外地。阿明哥，拜拜！谢谢我们的飞虎啊，谢谢。熊猫岛的兄弟们，正好把摘任务也过一过，包括这个免费的，记得把免费的也往出走一走。完成了十五个，还差十五个，加油，完成一半了啊，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点它就行。有忙的就去忙吧，兄弟们啊，去忙吧，闲下来时间看有直播就好。十七个，还差十三个。必须要是新游客呀，新游客宝宝们，刚刚进来没有开过真爱的，开过的话是不行的，掉的话可以续的，没掉的话续是不算的，还差九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帮个忙，谢谢兄弟们啊，帮个忙，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了。今天最后一个召集，一天有三个，今天的最后一个，8点半、9点、9点半，现在已经9点半了。手机的兄弟们可以看一下手机这个地方没有点召集的，我们的下方的召集还差挺多呢，还差100多个人，有小号的也可以往里开开你们的小号，兄弟们没有点的话帮忙点一点，这个要点的哟，没有点的话是过不去的，还差三个，上面差三个，下面差30多个，还有20多个，上方还差一个人，上面已经过去了，下边还差10多个。
了，已经过了。完了，把那个发广告往出踢一踢，直接把它文字也进了啊，文字进了再踢。欢迎大师傅回家。欢迎年轻哥，报一下年轻哥。哈喽，晚上好啊。谢一宝党的兄弟们。大师傅说，年轻轻的老感冒啥体格呢，还怎么还不如我这老头呢，能跟你比吗师傅？你啥老头，你还很年轻呢。我们很年轻，我们还很直溜呢。我这都比以前强多了，你不信你问兄弟们，以前几天就感冒，一星期一感冒，一星期一感冒，是一个月得感冒好几回，现在我都好几个月没有这么严重的感冒了，我很直溜。就是换季了，那个啥，吃点保健品。他们说是药三分毒，还是少吃。跟厚道哥说一下黑客的事儿，就是那个啥呀 ，YY 上有黑客能进文字呀、封人呐、还有踢人什么的，就针对于就是像大师傅这样的人，我才知道的。我知道为什么说了，今天我瘦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欢迎四哥，哈喽，晚上好，四哥。我才发现，不是，是因为我输了一个将近一个中分的头型，平时的话很少输中分的，中分的话会显很瘦的。其实我呀也不是特别瘦，也不是特别胖，人家吧可能会打扮一点，我吧不是特别会打扮。除了踢我还有没有踢别人，那踢别人也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微信呢。除了你踢我没人踢我，主要是我真没踢师傅，我哪有那胆儿，你借徒弟几个胆儿也不敢呢。理解错了，除了你踢我没人踢我，我知道，谢谢我们的公司。哎呀，是的、估计说就是公屏上说卡出去了，估计也是踢的，也不一定。现在有黑客感冒还有瘾了，不是我感冒，我好久没有感冒了。你胆儿最大，我胆儿不大。是来个歌，别唱了，乱动一个。听我姐的，听我哥的。那你们没事的话，帮我上上票就行。今天晚上输赢都无所谓，就是能赢则赢，
啊，能赢则赢，能那个啥就那个啥。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嗯，那我乱斗的时候，人家要求唱歌的话，我得唱个歌。好久没感冒了，纪念一下，不介意吧？真闹，真的闹。对，我要连一下那个谁哈，连一下小二。小二说那边有个投票。完了，到时候让小二给大家唱一个。完了，没有点关注的，给咱自己家的关注也点点，还有玩的关注也点。哎呀，你每天都穿成这样吗？都，也太放肆了。哪样了？哪儿也没露啊。说我都害怕了。怎么？无所太为，无所太为是啥意思？啊，无所太为是什么意思？那新学会的词儿是不是？感谢哪儿？谢谢。现在投票怎么样了？第十五，得进前几吗？嗯，进前二十，现在第十四还是十五，得进前二十，但不知道他们后期会不会。你嗓子是不是也哑了呀？哑了这两天。嗯，听了会不会那就有点哑了。嗯，这样吧，那个兄弟们没有那个投票的，帮忙投一下票给小二，能进二十就行。但是咱们还是努力往上挠是挠是，万一给秒了呢？不用投，不用投，哥们，就在我屋扣点66，完了就回去给老大上票就行了。啊，没有投票了现在啊？就没有投票，就是那啥，就是扣那个啥。完了，我要是如果说晋级的话，明天晚上的5:30到7:00再就有要比赛。完了，哥们去方便的话，帮小孩去投票，那个是需要投票的。嗯，那个几点？明天吗？嗯，明天就比了，5:30到7:00，一个半小时时间。嗯，那还行。那等我还没直播呢，主要是没有直播的话，提前跟兄弟们说一下，5:30到7:00，小二在991，到时候帮忙给小二投个票，别人不要投啊。嗯，给小二投，就是咱家的啊，叫齐小二，齐小二。谢谢来自我们的天涯海角哥，谢谢我们的哈哈哥。完了，大家没有去的话，过去一下，完了扣个66什么的，待一会儿啊，顶顶人气什么的。那这样吧，小二给唱个歌，完了兄弟们去做那个，去当那个哈、啊，不是做任务哈、啊，是那个什么，扣个66，就是气氛活跃一点。他也不知道是因为按什么算那个人气是不是？对，扣个66，我们就扣个66吧，先。好，那我给哥们唱首歌，老大你休息休息。好嘞。你就直接唱完了就行哈，有条件揍他，打吧，唱一会儿神速送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哥们，辛苦了。感谢哥们的礼物，谢谢。青石板上，东风轻轻刮，瘦马在古道回头望，微醺的时光被岁月的剑染黄，我的思念太漫长。河岸上那道月光曾经轻飞下，一如少年郎的模样，是在笑话流淌。我琴声悠扬，弹成鸟语吐花香，云台嫣然只怪离别轻狂。我虔诚焚香，长安成就梦一般，只剩下那一缕惆怅。我在歌楼望，牡丹亭兰又开放，心声唤不回繁荣的盛唐。红月亮相望，相守不过梦一场，山河沧桑，红颜成双。辛苦了辛苦了哥们，谢谢谢谢老大，谢谢69哥们。哎呀，这个架势啊，真的老大不连你根本感觉不出来，从来没有过这种。辛苦了，辛苦了。河岸上那道月光曾经轻飞翔，一如少年郎的模样。断
嫣然只怪你的轻狂。总给你们添麻烦都不好意思了。没开麦老大是我卡吗？没有听见吗？没有，刚才没听着，现在有了。刚才没有啊，刚才还有说的那个、还有说那个说报告，我六六扣完了，可丝毫没有吝啬哟。有点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哥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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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神度，啊、好听，神仙的神，非常好听，非常棒啊！我是隔壁的小王，那你连个真爱都没有，嗯，明明是没有开麦，还装的挺淡定的。没有，最近麦麦很卡，真的很卡。我今天都重启一次电脑，中途播。你能不能好好聊天？这儿呢，啊，明明装的没有开麦，装的。还挺淡定的，哈哈哈！我想一下给你周一遍去，好像你啥都知道似的。一天这一天就不行装一下怎么的呀？感谢我们的黑夜里的狼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感谢送老大，真是的。老大，你手上那个没打那个链儿，得劲儿吗？它是镶上的，它是两边的，得劲儿吗？行呀。我那时候做的时候，他让我做，我没敢做。我说我不能洗衣服了，我要是镶那个的话，就这个，它是平的。它这块都是平的，上面都是封的，四外圈都不是特别刮。下回我也试试，我还觉得挺好看，但我觉得有点不方便，我就没敢弄。一般我洗衣服都是洗衣机，它不耽误的。你给它这个链儿吧，它不像别的，这个链儿、你给它窝回来就行了。完了洗东西你就这么洗就行了。好，你眼神真好使，女子就是不一样，观察的细节都不一样。谢谢老大，谢谢，时间到了，谢谢老大。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手指甲，真是一点都不关心我。对呀、都好看了，拜拜。女人真麻烦，拜拜拜拜，不麻烦。洗衣服啊，我们都有洗衣机啊，主要是。来了这个歌，先感谢一下，先感谢一下。我想笑，明明没开麦，你还装的挺淡定。我也想笑死了，你给我感谢我们的老中医，还有我废物，谢谢我们的公孙哥、二傻哥，谢谢李商哥，也谢谢我们的江南哥哈，哎呦妈呀，这广告都上来了，谢谢我们的哈哈哥啊，还有我们的心心相印，还有哪儿，谢谢谢谢三秒回来了，欢迎一下自己，欢迎兄弟们回家哈。我就问你会洗衣服吗？真能闹，我还使过洗衣板呢。小盼就帮我烧水做饭，洗衣服不干，因为我们有洗衣机。厉害着呢，可不是咋的，石南哥。哪儿脑袋疼？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走，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直到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
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海，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艰辛，更贪心，更坚持，不带我绝不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想要让我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的想帮你，让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的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下面2396哥，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海，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平安哥，谢我爱我家，还有我们的飞扬黑土，还有爱的承诺，谢谢平哥，谢谢我们的数字奶奶，谢谢谢谢。以后要自己做，依自己烧水做饭了啊，别累着小胖胖。我告诉你啊，生病的人可是心很焦的。别惹我。上次我说的笑话，有一天菲儿要去旅游，几个粉丝在聊吧里聊天，说起什么是旅游这个话题，黑粉呀在公屏上抠了一段话，大家直接洗洗睡了，他抠的是
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花掉自己的钱让别人富起来，然后满身疲惫，口袋空空，口袋空空的回到自己，回到了自己活腻味了的地方，继续顽强的活下去。没毛病。感谢我们的那个，谢谢我们的香港人生笑对家人，谢谢三可，感谢大哥，嘿，谢谢大哥送来的啤酒。真是没毛病，这句话说的就是从自己活腻味了的地方去到别人活腻味的地方，花自己的钱付了别人，完了口袋空空的回到自己活腻味的地方。所有不爽不快我一脚踢开，踩踩踩踩跟我，这就叫旅游。谢谢我们的担心啊，感谢浑身自由自在，担心哥，感谢一毛党还有三毛党的兄弟们，感谢我们的笑看哥，谢谢。这是今天怕我饿吗？我今天早点下，因为今天我不说你们也听出来了。感谢飞哥，谢谢。感谢飞哥送来的礼物，谢谢。嘿，嚯，这是送来的小飞机吗？谢飞哥。我们到十一点呢，我们缩小一个小时，缩小我们到十点半。完了，我师傅昨天晚上说，你就熬吧，我这个长工让你熬都要熬废呢。我们现在缩短一小点点，我们缩短一小点点。谢谢我们的小胖啊，谢谢，感谢我的小胖啊，谢谢。我们家VP也叫小胖，哎呀，纯属巧合是吗？谢谢胖哥。身边的小人我们都猜跑，不好的运气统统都猜掉，太多的烦恼全部都猜走，快乐的节奏我们再起来，再猜猜猜跟我猜，所有不爽不快我一脚踢开，猜猜猜猜跟我猜，猜得浑身自由自在，是黑客或者系统卡会就不会出现提示，直接退出直播间啊。那个师傅你看是这样的吗？你踢出直播间他会提示你这样吗？跟我猜，哎呀妈呀停不下来，你看是这个提示吗？师傅是这个提示出去的吗？您被管理员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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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出七彩直播间，什么一分钟无法进入，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没有反应，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被管理员提出的提示，通知你踢出直播间。如果是黑客系统卡出去，就不会有提示，直接出直播间了。但是系统啊或者黑客他直接没有提示的。我一脚踢开，踩踩踩踩跟我踩，踩得浑身自由自在。欢迎荣哥，不是这样。那关键的问题找了，师傅，不是我踢的。找着病根了，咱对症下药，师傅。你看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响的吗？刺暗了吧。
有的时候不想，有的时候就直接扑通扑通的。卡簧是多少？小胖哥，卡簧是5组1314，除了星星以外，就是上榜够500，500，5组1314，5×3=515，600，600左右吧，就500就卡簧了，上榜。哎呀，周一洗白白呢，我终于洗刷我的冤屈了。啊，说是主播费尔提的。哎呀，这扣的严实啊。爱过你就当是你错的人，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是否我爱是我想要的并不过分，爱过你至少我坦然承认，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也许我错过幸福时分，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老是被说流氓兔的儿子成绩不好，老说他是笨鸟。有一天，孩子终于忍不住了，不服气地说：“世上的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飞得嫌累的。”流氓兔问：“第三种呢？”他说：“
最讨厌第三种，自己飞不起来，就在窝里下了个蛋，还要使劲飞。这什么？我没懂啥意思呢？没懂啥意思呀，流氓兔的儿子，流氓兔的儿子因成绩不好，被他说是笨鸟。有一天，孩子终于忍不住不服气地说：“世界上有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流氓兔问：“那第三种呢？”孩子说：“最讨厌的就是第三种，自己飞不起来，还在窝里下了个蛋，让下一代使劲飞。”这个听懂了吗？我都有点整糊涂了，听的。反正我是没懂啥意思。老是被他说成是笨鸟。有一天，孩子终于忍不住不服气地说：“世界上的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还有一种呢是……还有流氓兔问自己，第三种呢？”孩子说：“最讨厌的是第三种，自己飞不起来，就在窝里下了蛋，要下一代使劲飞。”他爹是不是？爱慢慢变瘦，直到天长地久。
不能随便强求，就让我承受，许下那赌咒，我愿做你爱的丝绸。开开心心啊，沐橙雪，谢长歌无敌哥，还有我们锦哥，以及我们的元哥，我们斗一个，斗一个，准备好了吗？所有花儿都为你盛开，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对，上方热度榜大家没有点的可以帮忙点点热度榜，新进了榜的没有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明天八点我们不见不散。马手吗？要马一波吗？来吧，冷吗？有点冷，给个会员改好咱们的马甲合适，或者是我们家的真爱五级啊，五级真爱，或者是一组六六棒棒糖，也可以卡一下我们家的那个 VIP。来吧，一组六六为一首，勾扣起你们手中的这个一二三四五，我还怕你们不说话也就。我六级了，哥你七呀、啊，七哥你都是那个啥了，你都是我们家的伙儿了。嗯，追求哥一个是吗？嗯，追求哥一个，六六啤酒啊。啊，好嘞，凯哥一个啊，还有天涯哥一个，嗯、啊。无为哥一个啊，欢迎我们的五月哥哈喽晚上好，歌迷哥一个啊，你们别一个呀，有没有十个八个的两个三个的什么的，十几了是吗？零点一算一个，三组，好 OK， 三组，杨哥两个，杨哥两个，不是哥，是美女啊，美女晚上好，晚上好。啊，南方的花蕾，我也一级了。八毛，你可是一级了，你要坚持做任务啊，八毛哥。林哥两个啊，都是一组吗？一组六六的话，定在一下三组呢。看不起谁呢？我六六看不到吗？啊，陪伴哥，六十六。六十六吧，陪伴哥六十六。好，陪伴哥六十六组，啊，六十六组。不好意思，大哥，还生气呢？你怎么？嗯，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这一姐，浅浅浅跟西哥一个啊，风浩哥一个。其实我说过的名字就不用再抠了，都给你整急眼了，可不是咋的，星星也行，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紫金哥几个，老北哥一个，一组六六啊，那个玄妞啊，一组 OK， 小我肚子疼，九零哥一个，一是一组飞机嘛，都可以，一组六六啊，一组飞机啊，都行啊。三叔一个，啊，屏幕全是一啊！感谢我们的八宝，现在不要啥了，那个时候哈、啊。天剑哥一个，一个的不算啊，十组，哎呀，圈哥十组啊，啊，圈哥十组 ，OK。还有什么？我先把你笑死我了，看不起谁？那抠溜溜看不见呢。你这在干嘛，二傻哥？二傻哥，我们在就是一会儿乱动的时候，大家每人一个人要刷几组六十六，就一呢就代表一组六六，完了二呢代表两组六六，三呢代表三组，就是我念到名字的我就会在这记，然后我就会在这记，像陈哥两个啊，陈哥两个就这样，我一个半不行哥，只能算一个，那就算你一个没间隔啊，欢迎我们的飞天虎。
切啊！好了，应该会差不多了。五瓶啤酒嘛，牛哥十八组 ，OK。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开始动吧。我一个喷嚏打的鼻子堵上了。欢迎牛哥，忙好了就去拿排骨吧。不行，力哥那儿啊，那没有百分之二。我们不可以那个、啊、这怎么还能遇到两次呢？我这是可不是咋的？那咱们这次还是唱歌吗？关键还听不到说话。嗯啊，还听不到说话，我是不是又卡住了？嗯，现在好了没有？我说这呢还能遇到两次呢？这个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啊，你听不到我说话吗？哦，听到了，刚才我以为你听不到我说话呢。谢谢我们的猪仔哥啊，谢谢。那来吧，我们这回就不唱歌了。嗯，你感冒了就不上来呗。你刚才跟我说我们也不用唱，还要给人随风。没事的，我呢瞧不起谁呢？一个飞机换一个火箭都行。感谢我们的感谢随风，谢风少。那我们就一起来票，放我放是吧？嗯、好、嗯，来我来放。的我今天找一个特别激情的，大家有的话就可以来一波啊！谢谢紫金哥，谢谢 ，thank you。谢我们的猪仔，谢谢。来吧，我们这边也动起来，不管是我们的小六六还是一毛党，是不是、嗯、小星星什么的。小小票，谢我们的三叔，谢谢。感谢阿牛哥，感谢拽哥，谢你听谢风尚。感谢我们来一毛党六六党都动起来，谢谢拽哥。感谢迁就你一生，感谢大家送来的梅子六六，谢谢大家。玩上这个，我们小六六不要示弱，玩上粘一粘，加油！你们不要看拽哥跟阿里上是不是、啊？你们的小一毛，阿牛二，小一毛，小五块，加牛吧！还有给我们飞天虎，谢谢我们的仙人掌，加油！还有给云天，还有感谢甲，我们的一毛当小六六可以一起走一下，感谢现实哈，谢谢，感谢我们的那个仙人掌哥，谢仙人掌哥。谢谢兄弟们啊！谢谢。能不能赢？这局就看兄弟们的了。哎，我们能不能稍微来点绿光什么的啊？感谢，还是明月，当然还是我们的一毛党。感谢。感谢老师，感谢游者，还有感谢真师，感谢黑长，谢谢蜜娘，感谢梅西妹妹，星们星星不要一个刷，星星我们就来六六。还要感谢我们真心，星星不可一个一个的刷，棒棒糖可以哦，棒棒糖可以一个一个的。还有梦鱼，就星星不可以。还有160秒时间。谢谢歌迷，谢谢。还有我们小名字，那你们准备好了吗？口哨来，道林屋。我们后面的位置还是走走走啊！啊，兄弟们，感谢老傅，感谢老傅是道林屋，还有感谢老师，刷新的大家可以抽奖。对，今晚还有最后150秒时间，加油！速度我们再可以快一点，谢谢李健哥，感谢李健哥，谢谢我们的小游客，还有感谢康哥，感谢康哥，感谢青青李生玉健哥，谢谢玉健哥，谢谢三票，感谢李健哥，谢谢我们的昨日啊，感谢，不要一个个的刷星星啊，谢谢我们的帅哥，感谢帅哥，谢谢，谢谢你们的小六六，感谢安静听歌，我们可以来一波锦鲤，感谢我们的三哥，谢谢我们的飞天虎，还有我们最后120秒的时间。还有感谢随风，我那天吃鸡我没有赢一个火箭，但是我赢一半，我排第二。还有我们的东方海洋风过无痕，感谢我们的六个，谢谢六个，就是这个感觉，我们的小六六也走起来，是不是？感谢我们的，等会儿可以一起抽抽奖什么的，谢谢，一起等会儿抽抽奖，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新礼物。谢谢我们的可可，这个符号哥，还有影星，谢谢随风。来，我们的一毛党也不要停，但是星星就不要一个一个刷了啊，星星就不要一个刷。感谢我们的三哥，感谢天佑阳光哥，谢谢以后阳光哥，感谢我们的以后阳光哥，还有路人甲，谢谢路人甲哥，还有感谢人，感谢我们的路人甲，谢我们的坏人，谢谢帅哥，感谢帅哥，加油加油加油，还有80秒的时间，感谢我们的老鬼，还有感谢神秘人，感谢我们的忘情哥，谢谢天安哥，还有感谢我们的神秘人大哥，感谢我们的老九哥，感谢我们的老多九叶哥，谢谢老多九叶哥。哪个大哥能不能见点星星？哪位大
哥也借我点星星球球都可以，等一下开一掌，希望你们可以拿走翅膀，好不好？感谢最爱，感谢我们的坏人，还有神秘人大哥，还有鬼田，谢谢我们的坏人，谢谢谢谢三票，还有夕颜星星不要一个人走，星星是抽奖的，一个一个太亏了，谢谢星星千万不要一个人走，谢谢。还有3分钟的时间，谢谢老鬼。对，现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感谢云天，感谢我们的仙人掌，谢谢平安哥，谢谢爆白哥，谢谢我们的寻光，感谢我们的六六，谢谢爆白哥，谢谢。感谢我们的老鬼哥，谢谢老鬼哥，感谢我们的最爱哥，谢谢最爱哥，感谢六六哥，还有感谢独生人，只有十几秒的时间了，十几秒的时间，对，只有十几秒的时间，感谢我们决裂二傻哥，谢谢。感谢二傻哥，谢谢二傻哥，还有感谢云天，来我们的一毛党，一毛党小六六，对吧？都可以刷星星，加油加油！对，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数字哥，谢谢老豆姐姐，感谢科幻哥的花花，感谢我们的爱无痕，谢谢兄弟们，谢谢一毛党的兄弟们，谢谢谢谢三票，还有感谢所有青年们，感谢我们的最爱哥啊，谢谢谢谢，已经停了，已经停了，好了好了，谢谢，感谢千就你一生，谢谢谢谢谢，哎，怎么这个哇，我刚才都没有开混响的时候。谢谢感谢上面的亲们，谢谢大家，嗯，感谢大哥们，谢谢。哎呀，你播到几点呀？12点以后喽。你以前好像没有这么晚呀，那一阵说的。那不是都在说大环境不好。感谢啊，谢谢兄弟们，谢谢。嗯，感谢康哥。哎呀，那我们玩个游戏吧，要不？嗯，好。一般你玩什么？谁中奖了？仙人掌哥，你中奖了。嗯，哥说粘肉的吧，粘肉做一做。那我们来成语接龙吧，好不好？好，谢谢海哥。嗯，要不你先开，我接你的。云淡风轻，清清白白，白手起家，家家家家有什么？我放个音乐哈，来。嗯，音乐直播，好的。家喻户晓，嗯，家喻户晓，小，小小小小小小什么呢？小小小小小，嗯，笑口常开，嗯，这个不错，笑口常开。开门见山，山穷水尽，斤斤计较，嚼，嚼嚼嚼嚼，嚼，嚼。哇，好难哦！绞尽脑汁，嗯，绞尽脑汁。知，止，止，知，知，知无不言。知无不言，言无不那个什么来着？知无不言，言无。言无不尽吗？是言无不尽吗？尽那就尽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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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而为，尽力而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自己给自己难住了，唯唯诺诺，唯唯诺诺诺。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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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大方，方方正正，嗯，正，拜拜，拜拜。这是一场硬仗，哇，可是吗？嗯，大哥应该这两天太忙了，应该在睡觉。一整直播的时候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就说不上什么时候，二浪一嗓子就给喊起来了。落落大方，嗯，好嘞。djkk.com， 你们也是主力呀，对啊。我相信的话，我相信兄弟们也可以的呀，已经很棒了，很不错了。而且我今天还没给大家唱太多的歌。我就觉得每一场乱斗的话都已经很尽力很好了，感谢我们的白告，嗯，还有我们的平安，还有我们的寻梅，挪车电话是什么？目前个人单就是正常刷礼物的一个礼物呢，
是火箭比较贵的，再有就是抽奖那个天使的翅膀。小丫头小本还逞什么大学生呢，他心里啥都知道似的。我也没有说我是大学生啊，我就是小本啊。那行，那我给大家最后唱首歌，唱首歌我们就下。不会要人头还不会送吗？今天丫头状态不好，有点感冒，嗯，没啥太大问题。是不是冷冰下播早不太适应？嗯，有点感冒，但是我怕你们想我呀，但是我还得开直播呀。嗓子还是充血的状态，容易伤着嗓子。谢谢大家的关心，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也再次感谢我佛哥，也谢谢我们的中医，谢谢我们的中医，谢谢啊。号的麦比较挺准的啊，感谢我们的二傻哥，谢谢麻将哥。还有我们的紫金哥以及令哥，还有我们的婉儿温柔以及我们的数字哥，谢谢苹果哥，还有我们的那个聊网情义哥，还有我们的笑看人生笑对人家笑对家人，还有我们的飞虎啊，感谢我们的飞天虎，还有烟雾哥以及我们的秀姐，还有我们的我
月秀姐哪去了，秀姐还有我们的飞月星空，还有我飞无敌，以及黑夜里的狼，还有歌迷舞迷美女迷，以及我们的林哥，还有江之水哥，以及我们的东华哥，还有我们的牛哥，以及我们的那个鸡哥，还有我们的飞岩倾城，以及我们的后点师傅，还有苦茶哥、龙哥、晨曦哥，还有我们的小南，谢谢媚娘连长，还有我们的老鬼，以及我们的品味人生，还有六六哥，还有烽火哥念剑，以及我们的黑土，还有互相的云，以及相逢，还有我们的莫大嘴、平安哥、旺哥、依恋哥，还有利剑哥，我爱我家，谢小鸡哥，还有最爱杜兰华，还有星星知我心，以及仙人掌，已经很知足了，已经很知足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开点药什么的，不用来条鱼就好了，来条鱼就行，吃个鱼就好了。不用开别的药，一条鱼包治百病啊！谢谢，感谢后道哇、哦！谢谢师傅，哎，至尊守护，哎，这怎么还成至尊守护了呢？哎，这怎么升的呀？恭喜师傅，你是咋升上去的呀？谢谢后道师傅，啊，好像就一个，好呀。漂亮，直播间的第一个至尊守护，啊，就这一个，礼物升的，消费80000，哎呀，谢谢我师傅，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厉害了厉害了，谢谢我师傅，来接个图，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 接个图。OK， 接完了哈，谢谢我大师傅，谢谢，也谢谢温柔的守护，感谢我麻将哥的那个樱花，也谢谢我们的二傻哥的樱花，谢谢。大哥，刚才让别人给我揍了，没事儿，我是没法力，激情又开始了，不开始了，我就觉得我现在有点头疼，刚才头还好一点，现在有点头疼。得休息了，要不然他老说我都不如他老人家的身体体格啥的。这个告诉你，这个不是那个啥，我太了解我师傅们了。一般我下直播会夸夸给我来个飞机是啥？哎呀，你总算下播了，这是下播的礼物，你知道吗？这个叫下播的礼物，咱们都与众不同。明天我再加油，今天已经很棒了。我们这个叫下播的礼物，兄弟们有没有下播的礼物？那我就休息了。谢谢谢谢，感谢我大师傅，那我就拜拜了，谢谢我们的星空哥，拜拜，屁股疼了，我头疼，头也疼，屁股也疼，下播困难症吗？下播礼物就是一组六六嘛，什么的，谢谢杨哥下播礼物啊，谢谢谢谢，那我睡觉去了啊，喝点热水，吃点药，捂上被窝，明天你一定会好的，放心，没事，正常直播明天。现在你飞我觉得相当皮了，感谢苹果哥送来的下播礼物，谢谢谢谢 ，thank you。哎呀，谢谢苹果哥。两个丘比特了，谢谢，感谢二傻哥，谢谢我们的飞家老鬼，谢谢谢谢，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谢谢我们的老鬼哥，今天长虹老师也提前休息了啊，拜拜，看条鱼吗？来，人不可太贪，知道吗？知足了，拜拜拜拜，有点流鼻涕，有一点，快好了。太好了，拜拜，谢谢罗兰哥，我下播了，吃点头疼的药。